大家好，这里是猫记，今天呢要回来玩尼尔人工生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结局了。那进入一结局的条件呢，必须就是 New Game 重打游戏，打到呢要进入第二次的白之春，就是要跟 Kaine 携手击败那个魔物的那个阶段才会进入下一个新的内容。那在前往新的内容之前呢，在过程中有一些小发现，会在底下的影片中呢，先展示给大家看，之后我们再进入一结局。好的，那我现在目前是在已经打完第一结局就是三山党后，要前往一结局之前，那这个时间线呢是在我们去海岸镇，拿到了药鱼，也跟婆婆对话过了，也去邮局拿到癌之春村长的信，那回来给波波拉之后，那要出这个图书馆的门。出了之后呢，大家就会发现它有黑底白字的内容，就是在人工生命之前的一些事情。那在这之前呢，我是都没有看到这些内容的。刚才那一段，我之前也是没有看到的，是因为我心血来潮，想说这样子来来回回刷刷看，没想到真的有新的内容在里面。那我不确定的是说，New Game 就是完全没有打任何结局的那个一开始的部分，它是不是就有这样的内容？这个我就不晓得了，因为毕竟这个阶段已经是很后面的事情。那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到，像这个一柱沉睡模式，就是太快了。那没关系，因为它就是跳得太快，所以我到时候呢，会先再刷个几次，看看有没有新的内容。我到时候会先把这些文字呢，用打字的方式呢，放到下方的说明栏内。那我之前就有预计啦，就是把有一些内容，比如说优娜的日记啊，还有刚才看到的，旧世界的内容，还有 Mimo 的部分，然后另外就是整理起来，再放到新的影片之中，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看那部影片，可能会比较清楚。那这边的话，就只能这样子稍微带大家看过，因为它真的太快了，我没办法一一的给它完整的陈述。但我觉得这其实是多一些蛮重要的内容嘛，但一般玩家应该不太可能像我这样子来来回回的进出这个大门吧。那很可惜啦，我觉得它这个内容应该可以放到图书馆内。比如说，因为毕竟我们这是图书馆，那它可以，譬如说在某个位置，那我们可以点选它，可以阅读旧世界的资料，这样我们就不用这样来来回回的去跑那个大门。那真的蛮可惜，因为毕竟那个旧世界的资料呢，也是蛮重要的啊，居然藏在这个阶段，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那到时候就是等我整理好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慢慢的观看。あやつ、あのまま死ぬつもりだ。今のあやつにとっては死が最も安らげる場所なのかもしれぬ。白が決めちゃダメだ。ん？死んだ方がいいなんて勝手に決めちゃダメだよ。どんな状況でも、どんな状態でも、人には生きる価値があるんだ。誰にだって明日が必要なはずだ。カイネにだって、ヨナにだって。その熱弁は、
本人に振るってやれ。おばあちゃん、もういいよね。疲れちゃった。カイネ、こっちだよ。諦めちゃダメだよ。生きるんだよ。絶対に諦めちゃダメだ。まったく、手間のかかる女だ。またあの夢を見た。抗いようのない苦痛と悲しみが襲う夢。私は何か大切なことを忘れている気がしていた。折れてしまった剣を見るたび、魔王との壮絶な戦いを思い出す。ヨナという少女を救ったあの日から三年。私はやるべきことを成し遂げたはず。なのに、なぜ私は泣いていたのか。あれから三年経った今も、あの日の疑問に答えを出せずにいた。嫌な夢を見た。くそ。魔物を殺しに行くか。エミール。ヨナを助けるまでに、たくさんの魔物を殺した。だが、魔物は、悪い奴ばかりではなかった、気がする。どうして私は、そのことを知っているんだろう。好的、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可以操作、ハイネ的、章节了。终于啊，那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我这一集呢，先不会进入最新的内容，
那这集就是等于是说先适应一下开内的操作，以及四处逛逛这样子，然后再带大家开一些福利。因为大家知道啦，它这个游戏呢还有一个成就，就是这个样子。而很可惜的是，人物呢他気が散る。我们就会被踢。它不像兔 B， 这种类型的兔 B， 它是比较温和的闪开。那开你的个性呢，就是比较这种大大大的感觉。那我们既然都来到这个章节，我们就先看个够。只要看了十次，就可以达成这个成就。やめておけ。邪魔だ。何を見てる？何が楽しいんだ？見たな。やめろ。次はないぞ。この変態野郎が何度も何度もどうやら死にたいらしいな。好的，十次之后呢，玩家就会被揍死，那就达到了这个成就啦。嫌な夢を見た。くそ。魔物を殺しに行くか。エミール。那刚才如果没有存档的话呢，又会从刚才前面的动画开始。这边就变成开内的一个人的小屋。ヨナを助けるまでに、たくさんの魔物を殺した。だが、魔物は、悪い奴ばかりではなかった、気がする。どうして私は、そのことを知っているんだろう。好，这边可以解锁新的保存栏位了，那就可以存档啦。那它会沿用我们在删档之前的等级。之后剑值就不是剑值，我的金钱就会变少，没有办法。那可以稍微看一下他身上的道具啊，还有一些他的特别的冲刺斩啊、回血斩等等的一些招式。那还可以看一下基本的导览。那开内他其实他所有工具都可以像这样子蓄力，真的是蛮厉害的。每一个工具都可以，说如果是长按连打，是这个样子掉下去，居然会掉下去，我也是想要打给大家看的，远一点远一点，就是一直点击的话，它是这样，
那重攻击的话再试试，打给大家看。哦，好帅啊！那这是他的招式，这是冲刺。啊，另外一个呢是向上的龙卷风，叫什么？冲刺斩跟回旋斩。哦，对对，刚才那个右边的是冲刺斩，另外一个就是回旋斩，这个是冲刺。等一下呢，我们就可以实际的来搭搭看。因为老实说会有点不太习惯啊，因为开雷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超帅又超强的。那这是 Yuna 的新的故事。目障りな奴らだ。片付けてやる。魔物が潰れろ。魔物が増えている。ヨナの村の方も見ておくか。接下来我要展示呢他的攻击，他的那个必杀技啊，就碰到那个光球还是很痛的。有机会必杀技，他都不躺地板。哎，有了，哎，又来不及，可惜啊。哦，很帅，还是踩下去之后把血给甩开，好帅。周开你的跑步蛮可爱的，很像企鹅一样，手开开，好像要保持平衡。我看见他的那个动作其实非常的顺，如果连得好的话啦，也像刚才那样非常的顺畅。但是大家也知道我没有那么的厉害，所以打得不是很漂亮。自分の心配だけしている。
ありがとう。助かったよ。ここらは魔物が増えていて危ない。帰れ。そうしたいが仕事があってね。神話の森の住民と連絡がつかないんだ。誰かが様子を見に行かないと。その様子じゃ無理だろ。私が見てきてやる。え、本当か？助かるよ。そうだ、これよかったら使ってくれ。俺はここで待たせてもらうから、すまんがよろしく頼む。神話の森の様子を見てきてほしいんだ。俺はここで待たせてもらうから、すまんがよろしく頼む。村は無事みたいだな。入るのはやめておこう。私が入っても怖がらせるだけだ。那很可惜的是没办法进入村庄。这边呢会有一个新发现，会有一朵月之泪。こんなところに月の涙が。何かあったはずなんだ。大切な。くそ。这里呢依然可以收集一些药草。
張り紙があるな。ロボット山閉鎖のお知らせ。ロボット山にて生産されていた防衛ロボットが年々増加傾向にあることを発見いたしました。これより先は危険なため立ち入りを禁止します。ロボット山の武器屋入れないのか。無駄足だったな。本当不能进去，实在是有点可惜啊。其实我们的那个范围呢，就局限于在这个北方平原这。那去神话虚拟之前呢，我要做一件事情。好的，由此可见，我会知道他跟主角一样是不会游泳的。すまないが、船は使えないんだ。水路にも魔物の被害が出ていてな。整備する人員も割けないし、復旧には時間がかかる。面倒だろうが、陸路で移動してくれ。魔物に気をつけて。好的，水路确定是不能用的，可以先检看一下开内，漂亮的开内。那其实我们也没有地方可以去的，就这边没逛而已。好，他没有特别的对话，好像就这样而已。哦，好吧，走吧。那魔物的部分呢？好像不会重生，都已经打完了。其实连那个野猪也都不见了，奇怪，为什么会不见呢？おい、誰かいないか？カイドンがなぜこいつらが殺したのか。まだいるのか。次から次へと。なんでこんなところから機械ども。あ、突然神の木から機械。あ、わ。那神话虚拟的人都死掉了，连村长都无一幸免。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进入这个神树的洞穴里面。那因为呢，这个阶段时间实在是有点长，而且中途是没办法存档的，就。
就等于说你进去呢就要一路到底了。那所以这一集就先断在这边，因为刚才在最前面的时候有说过，因为真的有点太长了，那我们这集就只是单纯的习惯一下开脸的操作以及四处逛逛这样子，那下一次才是真正进入到新的内容。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呢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见咯，大家拜拜。Thank you.